没子弹。 大门炸掉，骑兵队。哎，主管我有骑毒龙来咬啊，人话麻烦。 大门爆了吗？ 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用望远镜看一下谁啊？看一下另一边有没有加特。没有啊，没有加特。你怎么好像被拦截？是不是？看到。 我知道了，他的加特林比较高，他打不到乌龟。那个墙掉血吗？啊，你把我叼起来，后来加特林打。等一下。哎，不要！哎，你飞低一点点给加特林打，后来让我被加特林打，他应该会先打我。 毒龙好像吐不到，我吐到好像不掉血。飞在他屋顶上面，对，他打着，打你还是打我？ 现在，有没有这个技术把它丢到屋顶上？现在只有一挺呢，它右边还有一挺，也有子弹。 可不可以到他屁股那边，就是左边大门那边，那两个加特林都吸得到。因为现在只有一挺吸到了，他有两挺。啊？现在。 加特林是有打到你龙是吗？还是你把后面的大门炸了，我从后面开始吸啊？打后面的这样比较快，麻烦死。
下来把我翻下去，会把后面的大门炸。骑士太贵了，骑士太贵，一个这大门就好，一个好 RP 就够了。这样比较快，三台。看起来交给你就倒了。子弹装好多、哦。故意加特林放少一点，这样装多一点，好不好？要再穿一只乌龟了。九千滴血，食人花很要命，真的是。七千滴血，哎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哦，把我调过去，我们去大门，看可不可以，看可不可以那个。好吧，好吧，确定一边，确定一边，确定一边，我们只是把子弹吸掉而已。本稳骑毒龙去咬食人花看看，如果吃的吃，如果有吃加特林就飞走。去咬食人花？啊？你说的是去咬还是？直接去咬就好，直接去咬，他打你不会扣。我卡了。有拦截吗？我卡了，我卡了。啊？看有没有加特林打你，没有就把它咬掉吧。食人花打我掉。
石人花打不是不会痛吗？啊，刚才用炮弹把它炸掉了，把石人花都炸了。你炮筒子够吗？太低啊！掉下来，换一个人去啊！这不会扣血吗？那没差。扣血的话就没差。把那个栅门的小心一点，我们把人养起来，他喜欢哭腰就给他哭。他栅门的时候，栅这个门栅就先找人，还有一个食人花咬一下。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A8来吧，破门吧。大型盆栽，哟，打起来了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，有东西我先拿一下。好，可以。降落伞拿一下。炸炸吧。等一下，我怕门一炸，里面有加特林，有点小猛禽，猛禽你走开。猛禽。我进，不要进来看。这里没有一些东西可以捡一下。加点血，没加特林，没加特林，这个安全。你把可以龙停着，像哭腰的事啊，人别杀了，要养起来哦。看是哪一个，看是哪一个在哭腰，JI 的 JI 开头的，三个人嘛，怎么没看到另外一个？这个 JI GGL 一，我们就干脆放在这里。芦苇本也要被养是吗？
那麻药先喂他们一点。这像肥皂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肥皂哎、欸。这边这边有一个叫肥皂的，不知道干什么用的，新的、欸。捡肥皂了，新的物品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在老外面。多的东西就放铁匠台没关系，还有没麻药，哇操！我回去拿，不要回去。那隔壁还有一栋，黑吧？这边还有一栋。要三个西风，一个铁墙要三个西风。这边栅门就好，栅门也要三个西风。该满了。这不是主家哎、欸，妈的，他们没有工业熔炉，炉子也没有，一般炉子也没有。二楼啊，这有二楼，没有二楼 A 吧？这有二楼。西凤借我妈二楼上。啊！他们在二楼啊！那在哭腰的人就是这个 JI 的那个啊啊，可惜啊！在嘴贱的人在二楼啊，好可惜哦！我把人拖出来，先把人拖出来，来炸保险柜，炸死几个、啊？把人拖出来，妈的，等下要炸死人了。下面的人没死，上面的死了。那个我炸死昨天在骂我们的，那个 JI 的那个有没有 JIGGLES？ 那个就是昨天骂我们。我们等下在这边拍一个铁屋给他们住。我去用那个空调，空调啊，笼子啊，不要用笼子，他敲墙壁会扣响。这边盖一个。3×3或者4×4的小屋跟他们一起玩，晚上的时候就陪他们一起唱歌。喜欢哭腰嘛，就别给他们玩。我去起风神回来，我东西放你电龙身上，我抄到一些东西。准备装备，我准备东西过来。萌新，你也回去，你去准备手铐。手铐，先准备5-6个。啊妈，屋顶的哇，那骂我们的人。对，啊！不要的凶手竟然杀被我炸死啊！这个人已经死了。现在有几个人活着？
那我再带四瓶加特林，放点子弹。那边我捡到几个盆栽，帮我看一下，大型盆栽。找一下，子弹台或者是你的飞龙身上，先回去准备东西。哎，好可惜哦。因为我不知道，他们就在那边，真是哦。那我Mega没传图给你看，他们哭腰的图片。他们还用翻译机翻，叫我们吃鸡巴。我要带吃的喝的给他们，不要说我们善待他们。红星回来了吗？准备那个准备三张床，我们家也要传过去为他们吃东西用。三张床跟手铐。要不然你看上面那个，把人拖出来安全之后，把那个去做空调，空调好像蛮贵。他们这个房子呢？那我们无聊的时候就可以陪他们玩。A 爸有找到大型盆栽吗？我记得我有捡到两。先告诉我有没有，先找看你龙身上有没有好东西啊？这个房子是什么？对，等一下我带一点东西种个盆栽。好的。我不小心把那个帽我们的脑袋干掉。应该把它关起来的。我要给它空调的。后来我在旁边再放那个空调，它就永远。上次我去那个524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们关的那几个人还在里面，就那个就随机边地上捡了几个尸体嘛。哦，他没玩了。对。去拿一点。他们老鹰跟那个翼龙还不够死。
看他也是这个部落的，让他骂我们这样的，这种来试看。那个老外家好像也不是我们打的，他那边一个大铁屋也不是。很多客人啊，可是他们家也要找到的武器啊，狙击枪。那个 ZO1 几级啊？看一下，我忘记了。昨天我去炸那个15那个老外，他那个身上还有 C4 的，去干坏事情。那你们有空开始找垃圾，像石头啊那些的，把他们卡的负重。你要石头啊那些有没有？把他们卡一卡，等一下手铐上一下。晚上试试打那个吧。不行是吗？别炸、啊，浪费气氛。别看你们没上，我也没跟你说。他也在玩那个新游戏。你说没炸啊？啊？你说绝地求生了、啊？对啊。看别人玩。我刚招到这个人，他也有绝地。你们可以组。没有，我都跟别人组，都有组了。满了吧？啊。好吧。啊，有啊有啊有啊。阿力。哦，我几乎快过去了。